感恩救众生的观音神观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我想请卢台长看一看我的老伴儿。我老伴儿1935年属猪，住在现在住在。哎，卢台长在这里，你看这个卢台长呀、啊，你不要看那个卢台长。哦，在这里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看看看，他一天到晚看我法身了。对不起啊。1935年。哎，属什么的？属猪。啊，想看什么？想看一下他现在的身体状况。哎，身体状况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身体非常不好啊。哦。他要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哦哦哦的。哦。他以后要在床上的，就是说要瘫在床上的。嗯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你要给他好好的念经啊。好。好吧。嗯。但是用你现在这个速度，一天只能念几遍大悲咒。好的，你要讲话要快一点，哎，那么念经声音也快了。好啊，嗯，我看看他主要关节不好，你这个老伴、嗯、关节不好，对，还有肚子肠胃结石，肚子啊，哦，肠胃不好，对，啊，说得好，实在，还有。他这个人现在看他那个颈椎一直到这个腰椎这根脊柱啊是歪的，所以他这人不会直起来，他一直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我又没看到他，哎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我现在是看到他了。嗯，这个老太太呢，人是挺好的，但是话多，一直在你耳朵边上呱呱呱呱呱呱不停的讲。嗯，但是你也听惯了。把它当广播听了。老人嘛是这样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他最要当心的他就是不锻炼，他现在发胖。对，有点发胖，胖起来肚子很大，肚子嘛有个油痘啊，有个弧度，他说油痘。嗯，还有老伯伯、嗯、他的关节不好，加上他的腰也不好。对，腰是这样、啊，是不好、啊，这个是，这个说的对。还有老婆婆，她的手啊，啊，她的手跟脚啊发凉 啊，经常发凉啊，对，就是不热啊，嗯，然后早上手有点发麻，嗯，你特别要当心的，哦，你要给她多喝开水，哦，明白吗？她血凝度很高，血凝度，血凝度高的话呢，就是说经常觉得有点颤抖，哦，啊，人会发抖。明白了吗？所以你们看好了，医生给你们打针，血升进去打不出来，他就马上叫你们喝杯水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啊，明白、就是、这样，好吧？嗯嗯，他主要是这个腰椎啊，你说的工作，我看一下啊，腰椎第三节、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他这第四节有点突出，嗯，所以他这个人站的时间长了，马上要坐下来。坐的时间长了又不行，又要痛。哎，对对对，坐、啊、坐，他走站不得多长的时间，啊、所以是该还要到几块 啊。他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他今天能够做到现在，已经应该很不容易了。哎，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今天菩萨保佑啊，很多菩萨来的。他心肠好，对人好，啊、所以也算是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你好好的帮他念念经吧。你帮他求求菩萨，好，会特别灵的，因为你有气场。啊，我啊，啊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气场啊，啊，气场，可以帮，不是气场，是气场好。气啊，哎，气场好，啊，你会给他带来一些快乐。哦，对对对，啊、这个老婆婆就是不大好意思讲他，厉害嘛也蛮厉害的啊，过去呢也有一点法力的啊，但是是山神，你是一个山神投胎。三神投胎、哪个？我啊，你啊，我、三神投胎，所以你很厉害的，你讲什么人家一定要听的、哦、年轻的时候也是的，你讲什么别人一定要听的、哦、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、啊、那是不错、请说吧三神。好，我是
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再想问一问这个，我这个啊孙子呢是1988。对着话筒一点，对着喇叭。1988年，属龙。我想问问他，实在是一个年轻人啊，问问他的这个。他的事业，今后的事业和他的婚姻状况。88年属龙的。啊，属龙。现在几岁了？属龙嘛，88年嘛，今天28了嘛，差不多。28。他的事业不是很顺的。不是很顺。啊，他要到33岁过了之后才会好起来。30岁以后。33。哦，33啊。如果他要好好念经，念准提神咒。这个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哦，还有叫他房间里不要贴的乱七八糟东西太多哦，非常不好，嗯，惹鬼的，你要叫他多贴点山水画哦，好吗？好的，他那个房间里贴的东西太多了，嗯，非常不好。好，33岁之后，如果你叫他念准提神咒，还有心经，哎、嗯，他会运程会好起来。好的，好吧，准提神咒是。心想事成的经，一念就好。嘿、hey, ，好吧。对，嗯、好了。因为嘛，我本人你看看有什么要素。你本人啊？是啊。你本人就是，老伯伯要当心啊！你的血压还是高啊？哦。你别看你瘦啊，血压高啊，你的心脏也有点问题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。好。还有啊，你的眼睛啊，要当心。嗯。他呢，眼睛嘛是有点花了，有点花，不错。好，还有不要太敏感，什么事情不要太敏感？不要太敏感啊！因为一个人一敏感，你就会，你看他太太鼓掌了，啊，是啊，敏感啊，太敏感，什么事情怀疑呀、啊？怀疑啊，不要太怀疑啊，因为怀疑的最后你会脑容量会不够的。人会觉得会有紧张的一种压力，所以一个人多怀疑人家，自己会有压力，慢慢时间长了，人就会精神崩溃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现在要放下，没人会对你怎么样的，你也不要去怀疑人家，你就好好把自己生活过好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吗，老伯伯？对，好了，好了，说得好，好啊，那就感谢卢台长了。好，再见，感谢卢台长啊，好了。